中华民国空军雷虎特技小组是中华民国空军下属的飞行特技表演小组，成立于1953年，由当初在美国受训的中华民国空军军官仿效美国空军雷鸟飞行特技小组创立，成立目的在于精研飞行技术，培养团队精神，增加作战必胜理念，发扬空军忠勇军风，以寡击众光荣传统，为使参训人员了解高空人员生理状况及因应作为，需接受40小时包含错觉认识、飞行疲劳、人体缺氧等学科授课，并执行低压舱、离心机及弹射椅训练。
的环境之下冷静沉着的处理，必须要事先受过高级训练，那让他去体会习惯使用一个抗高级的动作来克服这些高级力对身体的负荷。这看起来很像大怒神的装置是弹射椅模拟器，跟真实弹射达到的20倍距离不同，为了安全它只会模拟到7倍的距离，目的是要让战机飞行员能体会并熟悉弹射的操作，当在战损或是机械故障救不回来，飞行员非得要抛弃战机时可以全身而退。模拟舱里面的环境与外界隔绝，这时上下左右来回转动，让飞行员的体感与认知无法同步，进而产生空间迷向，这是在飞安上最关键的训练。平衡的感觉呢，我们要依靠眼睛，要依靠耳朵的平衡系统，还有我们身体的感觉来去体认在这个平面里面的一个。飞行员也都必须要经过空间迷向的训练来确保飞行的安全。